这是两个发动机的，这是四个发动机的。飞机马上就要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了，再过个一两分钟就要降落了。这是广州白云区仁和镇仁和桥牛溪河畔这里，飞机马上就要降落明星村那里了，也就是由南往北降落的。下面大家要看到的就是四个发动机的全世界最大的民用客机空客 A380 马上就要飞过来了，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。好，已经冒出来了，四个发动机的大家伙，在这个里看的话还是飞得有点高的，如果在明星村看的话那就飞得很低了，就感觉比较震撼。这个没有调焦距的，所以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大小。每个礼拜才有一趟的这个航班。